我喜欢海，因为在海里很自由自在，无忧无虑。我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，我很喜欢和朋友们疯闹，但也偶尔安安静静地作画。我从小很喜欢看童话，最喜欢的是小美人鱼的故事，她跟我一样渴望自由，喜欢新鲜的一切，虽然它没有一个美好的结局，但那又怎样呢？至少它享受了过程。我向往自由，勇敢地尝试一切我没有体验过的人生。我就是最真实的爱河，真性情的爱河。我要做自己。Hello， 各位超星制作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超星练习生艾和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请为我助力吧。